可以啊，还可以，快点，快点。婷婷呢？呼叫婷婷，呼叫婷婷。婷婷呢？赶快找回来拍下一个镜头，快没光了。报导演，不知道婷去哪里了。啊，不是在车上。导演，真的戏是你家的吗？我家的，那不是我们车吗？那不是我们的车啊。哦，我们车。没有车，本来没有车。没有车，那快没光，把人找回来，干什么的？你，哎呦，还不过来！呀，棉絮，你投降吧！我可是世界第一的管家兼房东啊！哈哈哈超过十分钟，不然我自己都会爱上我自己的。来租房子啊？第一次。抱歉。喂，阿里麦克卡啦。你好，我是这里的管家兼房东啊，不是世界第一的管家兼房东，麦格卡尔，英文名字叫做 Michael Carr。 来，请进，请进啊。这个 view 啊，观赏全屋最适合了。你站着，我介绍这个房子的特色给你听啊。这里是我们的客厅，客厅又大又漂亮，而且挑高啊，兄弟，我告诉你。然后这里呢是厨房，哈、啊，厨房，厨房啊。然后呢，前面啊，因为要到三楼，你还有一个电梯可以搭，你看。最后，你要到二楼、三楼的话，这是这。三楼，来，请过来。蒙古眼睛上覆盖着雾，穿得很简单朴素，别人眼光从不在乎。第一封手写的情书，想在你身边守护，始终无法对你说出。听着唱着那首情歌，离开不舍每个眼神，手中残留一点余温，却让我单纯的心不停跳动着。甜蜜时刻能够短暂拥有，为我动心已经过了多久，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否跟我一样，不敢说。哒啦滴啦哒啦啦，哒啦滴啦哒啦啦，只好站在远方大声的唱。没事吧？嗯，不过这样真的行吗？不会有事的。我们现在要去哪？觉得怎么样？看起来真的还挺不赖的，对不对？这边呢，环境超好，出人又单纯，
而且重点是房东人超好的，我上次来看房子的时候啊，房东还跟我说他是全世界最棒的房东兼管家，很风趣吧？不错嘛。是啊，待会你见到他你就知道了。婷婷，你放心，交给我，我什么都会帮你安排好的。谢啊，如果没有你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哦哟，你不要都跟我说谢谢嘛，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。走吧。哎，在干什么？嗯，没有啊。没有？那你是谁啊？我是宅男啊。宅男？嗯。管你什么宅男宅女，有什么来这里？我住在里面啊。你住这？嗯。不是说好只有我们两个吗？房东在哪？再跟我说清楚。啊。喂。他在哪？他不在家。他不在？是管教我们吧？我不知道哎。哎，你，这位翟先生你好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毕竟我们身为公众人物，所以总是希望有一些隐私的空间，所以我们家助理才会这么激动，不好意思啊。什么公众人物啊？你不认识他？哎，我们家婷婷可是。现在人气当红的影歌双栖明星，哎，怎么可能不认识他啊？你好。你真的不认识我？结果。那这就是你们的房间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走过去那边干嘛？我房间在这里啊。你房间在那边？你怎么可以睡我们隔壁？啊，我不知道哎。你不知道？哎，没关系，谢谢哦。不用客气啊，如果你们需要什么，可以来敲我房门，没关系。嗯，谢谢。嗯，拜拜。哎，这样好吗？没关系啊，走。嗯，你知道我想要把你接来这里，又为什么要把你从那片场救出来？还不就是希望给你一个安全无忧，又可以没有烦恼的地方？结果你看现在可好了，房东不知道跑哪去。又杀出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程咬金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？真是太失职了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如果你不尽责的话，那这世界上就没有保姆及格的哎。你该不会真的哭了吧？可是，我就是要保护你啊。怎么会弄成这样子啊？不会啦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保姆哦。对不起，本来应该我保护你的，却还是要你受这种委屈。我去帮你找点东西来吃好了。好啊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没关系，先休息，回去就好。And now the sun Just a face in the shadows. Nobody
你哪位？郭小姐你好，我是麦格卡尔。我在这里打扫浴室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给你道歉。道歉？郭小姐，我知道我已经事先答应你和你的助理住进这个房子来了，但是我让宅男住了进来，这是失礼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不过，宅男必须要住进这个房子里面。为什么？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哎呀，就是不能说嘛。说嘛。不能说。算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个宅男真的很奇怪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，你是影歌双亲年度网络票选最佳人气女艺人，你就是郭婷婷小姐啊。是不是？像我这样当红人气女明星，怎么可能会有人不认识我吗？还是有人不认识。就是那个宅男啊，他除了是个大宅男之外，他还真的叫宅男，雨追宅，东西南北的男。怎么可能会有人取这么好笑的名字啊？不过说起可笑，郭小姐，你的头，也蛮好玩的。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告诉我？不能说。干嘛这样？真的不能说啦。哦，